一段视频解释凡尔赛文学，用最低调的花在炫最高调的药。我从来没挣过钱，我对钱没有兴趣，我对钱没有兴趣。保送北大，看我拿到这个通知书以后，我很纠结，去吧那么远，但不去呢，北大也还可以，北大也还可以。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，小目标。我说我先挣他一粒。我这张脸嘛，我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他漂亮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漂不漂亮。